晚点那些不能养的猫。二，小笼包，金渐层，排行老七，家中唯一带点黄的。这是小笼包刚出生10天的视频，好小好小。再看看现在，以大欺小。哎哎，打小猫你最在行，雪饼急眼了，你等人长大的。爱好吃药，搞错了，再来。爱好吃肉，哎呦，这大口，就是眼神不好，好几次连我手一起嚼了。嗯，太皮了，又玩我箱子。你们看他像不像金丝猴？憨憨，你在这儿干嘛？看会儿手机 ，Go to sleep 吧。